Christmas， 每代公历英女王圣诞贺词。圣诞是和睦共处的日子，我哋唔单止可以一家人同埋亲戚朋友喺埋一齐，即使大家有咩仇怨，亦都应该忘记嘅。1976年，使我觉得友谊嘅珍贵。喺200年前，北美洲13个英国殖民地嘅代表喺费城签署独立宣言。今年我哋去美国参加佢哋立国200周年嘅庆祝大典，我哋去到边度都受到热烈嘅欢迎。试问喺200年前，又有边个会估到乔治三世嘅后代会嚟到美国参加庆祝大典呢？当时乔治三世首先认为应该消除彼此之间嘅旧仇怨，互相和睦调解。当第一位美国大使去到英国嘅时候，公开宣布话，佢哋需要保存传统嘅优良本质同旧有嘅幽默。结果佢哋真系保存落嚟。当时美国同英国经过一番艰苦嘅斗争至立国。喺以前，我哋两国曾经花恶过，但系由于我哋能够和睦共处，终于替人类带来无穷嘅利益。我哋互相合作，同其他好多个联邦国家一起努力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就可以证明了。我哋保证自由之光是不会熄灭的。今年7月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，伊丽莎白女王和王夫爱丁堡公爵一起去到美国参加他们的庆祝大典。登上船隻，船長向他們介紹沿途的地方。王夫說，上次來的時候是坐渡輪過去的，上岸之後就坐中央特快車。王夫問那條橋是否仍然開著，船長就說是。跟着王夫就问那边的建筑物是什么地方，船长解释说是亚利桑那，是个收发站来的。今日新入境事务处的行政部周时都跟亚利桑那联络。乔治三世从来未见过他失去的殖民地。父王乔治六世在位的时候见过曼哈顿著名的摩天大楼，而且访问过附近肥沃而又美丽的郊野。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，虽然他们种族不同，但是同心协力创立自己的国家，这个就是汉尼尔。波士顿我们亦都受到热烈的欢迎，最初英国和美国是在波士顿这里开火的。我们应该好像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那样和平共处，我们应该讲理性，应该容忍和爱。我认为圣诞节最能够反映这种精神。我们应该很容易明白，这个世界是需要和睦谅解，只有和睦谅解才可以医治过去的创伤。我们在国家和国际大事上，在家庭方面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。当然要做起上来不是那么容易，不过我认为是值得尝试的。目前有很多人都想达到和睦共处的地步，他们的尝试是令人鼓舞的。譬如在几个礼拜之前，我在英国度见到一帮人，他们虽然肤色不同、面貌不同、思想不同，但是他们共同努力，尽量互相了解，希望解决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。另外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北爱尔兰的和平运动。
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大家走在一起携手合作，互相谅解，和睦共处，为北爱尔兰带来和平。下一年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，因为是我的登基银禧纪念。1977年对于人类斗争底下的牺牲者来讲，亦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。我在下一年最重视的精神，就是我们在必须的环境下应该和睦共处，彼此谅解，希望带来和平，国泰民安，令到每一个家庭和邻人减少精神上的痛苦。大家请记住，尽量行善帮助人，所谓福有由归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应该从小做起，等于百年行圣烟的精神亦都是慢慢地增长的。我们应该对未来一年乐观，我们应该尽量鼓励自己，只要我们能够和睦谅解，只要将一种精神造成一种风气，那一定很快就得到良好的效果，影响力的确是匪夷所思的。虽然是沙漠地区，但是只要有雨水的滋润，一样会开花。又譬如在最近这个夏天，英国很多土地呈现龟裂，很多水塘干涸，但是当干旱过了之后，我们相信青草会更加鲜绿，更加茂盛。当我们停止冲突斗争，和平很快就会开花。现在紧祝各位圣诞快乐。